兔子姐姐，电是怎么来的呢？哟吼，新买的小汽车跑得好快呀！哎，是大黄蜂，我快没电了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啊，我有办法了。兔子姐姐从自己的小汽车里拿下电池，装在大黄蜂的身体里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看来电量不足。哈，我有办法了。兔子姐姐会有什么办法呢？点击关注，成为我们的粉丝吧。哦，原来是蹬自行车吧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累呀，骑不动了。哎，哇，兔子姐姐又想到办法了。一架大风车可以用风来发电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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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场外推荐给兔子姐姐加加油吧。怎么回事？风呢？哇，好刺眼呀！哈，又有什么好办法呢？哇，是太阳能充电板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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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，成功了！谢谢兔子姐姐。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为了感谢兔子姐姐，大黄蜂要载着兔子姐姐兜风了。